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nice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护肤心得。相信有 follow 我的话都知道，我一直都在服用初乳养生。其实啊，我的皮肤啊也受初乳眷恋了。以下这三种产品呢，其实都含有初乳成分。那为什么选择初乳呢？是因为它非常天然，而且它含有天然的生长因子，可以刺激我们的皮肤再生，尤其是我们的皮肤细胞哦，可以减缓老化的过程。那首先我都会每一天都会使用 Body Juve 来深层洁净我的肌肤，去角质，让皮肤看起来更干净，而且它绝对不会有干干的感觉哦，都可以保持皮肤这的油脂在里面。再来就是我们的 Serum， 它可以帮助我们 Anti-Aging， 它里面可以 Activate 我们的这个 Telomerase， 减少老化的过程，甚至非常滋润哦。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蜂毒非常黄白的产品，可以好像 Botox 那样，就好像 Botox 一样打在我们的脸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蜂毒它可以刺激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形成，可以减少细纹皱纹的形成，减少老化，加上它有这个马鲁卡哈密可以帮助我们滋润我们的皮肤，非常值得推荐，一支也可以使用很久很久。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直接这样转呢，然后你就可以放在你的皮肤上面 ，OK， 然后擦就行了，可以推得非常非常均匀哦，而且很水润的感觉，我是非常喜欢它。我只是涂一个泵就可以涂完整个脸了，只是按一个泵就可以涂完整个脸了 ，OK， 是非常好推的，整个手掌的手背都已经滋润了。非常喜欢它，还有就是我们的 Serum 也是 Twist 了就可以按了。